了门，关了窗，熄了灯。哇，好多好吃的呀！嘿嘿，是不是很久没吃过了？嗯，好久没吃了，但是你安排这么多浪费了。没有，后面还有朋友呢，还有朋友呢。对，是吗？等一下，偶像。不，你怎么开吃了呢？这人都没到齐。偶像，等一下你的朋友过来的话，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？就是大老板那种，像你这样子的大老板的话，你朋友应该他们都是很有钱大老板的吧？大老板一般看不上你，对。为什么啊？阿佳，你还记得吧？就以前我们就是还没分开的时候，一起在那边广州的时候，还认识那个华姐吧？哦，华姐啊，认识啊，我都好久没跟她联系了，是吧？你知道吧？华姐今天就是你生日，然后我告诉她了，她专程从广州那边回来。真的假的？你不要骗我。真的。他一直在法国那边。太好了，我好久没见到他。是吧？还有一会儿还有更大的惊喜呢。对，我去看一下他们来了没啊。好。好。先别动啊。嗯，先这样。阿佳。哎。哇，华姐。有朋友吗？你怎么过来的？哎呀，明天不是你生日吗？我坐飞机过来的。哇，你这个惊喜太大了，我好开心。快点坐。很久不见了吧？对，好久。对都多少年了？对，就是你两年都没见了，你也忙，嗯，对，哎呦，太开心了！我没想到你会来，因为我真的没有想到，明天是你的生日，而且你最近也不开心嘛，我就想着给你个惊喜。哎呦，哎，阿佳，你知道吧？以前我们认识的还有很多，比如说刘总啊，全都还要来，都来了，对，都要来。哇，我们终于可以团聚了，这个惊喜太大了。对对对对啊，来，可以吃吧，先吃吧，咱先吃啊。还是等他们一起吗？等他们一起吧。怎么是个女的？为什么没有男的？全都是女的，全都是女的。那行，那咱们就再等一会儿啊。嗯，那行，好嘞，好嘞，好。啊，准备好没有？哇。合不合身这衣服啊？合身，合身了。嗯、哎呦，我的天！但是穿不习惯。穿不习惯，对不对？嗯、没事，慢慢就习惯。穿着舒服吧？舒服，舒服，对不对？那行，那可以了，我们都准备好了，我们就开始出发了。嗯，行不行？嗯啊，然后你要说两句吗？可以，哥哥姐姐们啊、今天晚上阿古要给我过生日，然后7点钟我们不见不散。嗯，好，可以，行，走吧，那就。听不见，听不着，想不成，摸不到，两个人的依靠，一个人一只狗，一杯酒，一夜